技术和发展信息。在此背景之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国际小水电中心在中国水利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努力配合编制了2013第一版的小水电发展报告。今天我们发布了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2016版，从中相对于2013年更新了数据，使得信息更加准确和及时，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技术分析，并且进行了大量的政策解读，使得这个报告更有实用意义。现在我介绍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2016中的主要结论。报告介绍了全球小水电装机总装机容量78个 G 瓦，相对于2013年报告数据，装机容量增加4%。全球小水电开发潜力217 G 瓦，相对于2013年报告增加24%。这个数据说明这个精确性提高，原来可能是偏小。这里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定义的小水电全部是统一按照10兆瓦来定义。第二个结论，主要结论，全球小水电的开发率36%，那也就是还有2/3的潜力还没有开发。相对于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来说，小水电占到所有可再生能源的7%，大的水电占54%，那么风电占了22%，太阳能11%，生物质能5%，还有这个地热能占了5%。总的来说，这个小水电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报告也经过统计知道，全球的小水电开发的总规模是前五个国家是中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挪威。这些国家里面，中国占了51%，就全球的小水电总开发规模占了51%。其他四个国家，美国、日本、意大利、挪威，占了全球小水电的16%。还有剩下的，除了这五个国家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占了全球小水电的33%。从区域的这个调查的结论看，装机规模，亚洲是最大的。我们现在这个图上的颜色，淡黄色的是开发的潜力装机规模，紫红色的是已经装的装机规模。那美洲、欧洲，然后就是非洲、大洋洲占的比重很少。其中亚洲占了65%小水电装机规模情况，
欧洲占了23%，美洲占了10%，然后非洲和这个大洋洲占的总比例非常小。这个图是介绍这个小水电在国家分布的，可能这个在我们报告里面有彩色的，比较容易看清楚一点。这是开发潜力的。我们小水电这个报告里面也介绍了根据地区各个地区情五大地区情况的内部的分配，比如说中东这个非洲里面，非洲这个区域里面，中非占了18%，然后东非占了37%，南非、北非占19%，然后这个南非11%，西非15%，这是区域里内部的这个情况看的。从亚洲这一边看，中亚占了86%，是主要，其他的比较少。另外五个区域也有从中西南北东这个分配的小水电装机占用占领的比例情况。我们报告还从这个统计的资料看，中国的这个总装机是占了全球的51%，但是从开发的潜力看，中国占全球的29%。从这两个数据的对比看，中国在小水电方面相对开发度比别的一些国家要大一些。下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报告里介绍的小水电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首先，对于小水电在农村电气化和包容性可持续开发发展的优势方面，仍然估计不足或者说低估。第二，就是小水电在政策方面有些国家不明朗，成为小水电发展的障碍。也有些国家数据的准确性或者说数据的这个清晰明了方面不够，使得这个投资者成为一种障碍。有些国家这个资源的资料都不详细。另外就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技术方面的障碍，还有一些就是小水电初期投资成本比较高，使得项目不太容易启动。当然从中长期来说，小水电投资效益是非常好。当然还我们报告还总结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障碍，这里一点解释一点。我们也总结了一些政策的建议，希望能够更加详细的开展资源调研，包括水文环境多功能开发最新技术和经济开发模式方面的调查研究，希望能够明确的立法和监管过程方面更加清晰，能够采取财务方面的激励推动小水电的发展。另外就是在分析的财务激励和政策效果方面推动工作，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方面能够加快，能够更加简化清晰。在小水电的开发目标方面，希望能够更加明确地作为可再生能源战略的一部分发展。在基础设施和技术设施方面的建议，包括提高当地设备制造能力，因为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水电设备作为一种专用设备的发展是非常欠缺的，
那么在如果有些国家没有呢，希望能够对降低进口关税方面能够推动小水电设备的进口，这就是减少环境影响，寻求低环境成本的水电小水电设计方案。这就是扩大电网的覆盖，促进小水电这个建起来以后能够很好的把电用出去。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就是加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这个知识共享，能够使得小水电项目的这个建设呢，更加降低成本和消除障碍。这就是开发小水电农村电气化的新模式，这个促进小水电对当地农村的作用，加强农村电气化的评价和影响方面的分析。在国际和地区合作建设方面，我们建议创立决策者论坛，对有经验的国家呢，向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通过南南合作和多边合作，从项目示范转向成片开发，使得加快小水电全球小水电的发展，明确推动全球小水电统一的定义和技术标准等。我们今天能够顺利的成功发布全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2016，特别要感谢中国水利部的大力支持，感谢报告编委会成员和小水电中心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团队的3年来的努力工作，感谢230多位各个国家和区域国家的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大量内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for Mr. Liu's very clear presentation regarding this report. Because he brings us about the conclusion, including also some potential development and also some barriers, challenges. So all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ime is limited, so we only can have a very brief introduction. I would like also thank UNIDO because it's a joint product by UNIDO and ICGP and also our colleagues working together. So thank you very much. So I think it's very clear for this report because you will collect the report in the exhibition room. So all the reports are available. So for more detail, we can discuss face to face when we're talking later. So